冇聲喎、啊！而家有啦，因為頭先著咗個帽。哦，唔好意思，頭先有聲啦，有聲啦 ，Eric， 而家有聲啦 ，Erica， 啊 ，Flora， 我哋上次著咗個帽。Sonia， 啊，黃美美，全部都話俾你有聲啦，喂喂喂，係聽到啦係嘛？係，阿 Len， 係喂有聲啦係嘛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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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啦，有啦有啦有啦，係啊，我哋啱啱講咗一大輪好感動嘅嘢，原來 Facebook 嘅朋友係聽唔到嘅，太可惜啦。我哋話今日有個主題就係咧，即係因為我哋好朋友羅孝勇咧，佢遇到車禍入咗去呢個醫院嗰度，麻煩傷感音樂。咁咧個傷勢比我想象中嚴重嘅，因為不嬲佢都係我覺得咧 cut 親手指都會即係喊得好犀利嗰啲人。咁我但係見佢今次都好堅強喎，佢撞到個腰啊，其實都不過傷勢我哋唔知啦，我哋就唔係醫生係嘛？咁啊，所以希望我哋一路唱歌一路祝佢都好啦，係嘛？希望啊！羅孝勇嘅入我哋直播睇啦，希望羅孝勇都有睇啦，係再講過啦，而家哇好多人啊，今晚有邊個唱歌喎、啊？阿聰問你，聰 ，Sharon 文莊，哎喂，過咗添 ，New Chu 嚇，欺負 Facebook 朋友，唔好意思 Carol， 我冇心欺負你哋啊，我睇翻呢邊，一直播咧都話有一啲卡，冇辦法啦。如果真係一直播有啲卡咧，希望你哋可以去到我 Facebook 睇啦，或者可以去到阿康嘅17啦，或者去到劉佩月嘅 Instagram。因為我問過點解一直播即係我中國大陸嘅朋友咧，即係內地朋友點解佢哋會窒咧？可能係個網絡嘅問題。係。咁所以我遲啲會再搞呢個問題。KM 問你點解個頭包到黃色喎 ？Hello Alex 啊。膠布嚟㗎。温馨啲，你好你好。膠布嚟噶，阿聽啊，我冚親個頭啊 ！Aaron 聽，希望佢早日康復。好啦，阿賢睇得到你，睇得到你啦，咁係失節兒，睇到你，睇到你 ，Fan Danny， 好。咦？呢個聲喂咁啊，等你得埋我先唱啦。咁我大家聲冇問題啊嘛，啲音樂啊，咔咔咔，唔係因為我都有吉他。我唔用你個 WiFi 啦。係啊，你唔好用我 WiFi， 雖然用我 WiFi 唔使錢，但係可能。分得唔好，應該唔會話好，唔會好高 data 嘅聲啊。佢問你係咪受傷喎？唔會好多嘅，都係用曬。好清啊！多謝你，阿蛋，多謝阿蛋。做幾次直播之後，而家都冇曬。好啦，整咗啦。維他，喂，維他你好，維他你好。我而家喺呢一度睇到你講嘢。唔好意思啊，頭先 cut 咗呢度。叫你小心啲喎。知道。啟華都話 OK 啊。啟華哥。佢呢部係啦，有少少卡，真係唔好意思啦。希望你如果卡嘅話咧，其實我 Facebook 都同樣做緊，仲正面啲，或者 Instagram 阿 Moon 嘅。嗯。好。Hello。咁啊，唱咩歌先啊？有冇啊？冇所謂啊。好啦 ，IG 冇咗直播，係啊係啊係啊，而家有翻啦，你可以睇翻 IG。好，我哋由阿 Moon 做琴手，我做吉他手。你唱咩歌？我唱咩先啊？冇所謂噶。唔係點唱嘅咋，都係大家得閒點唱，咁啱睇到而我哋有譜咧，就咩啦？睇下有啲咩先。唔好怪我啦，我唱歌都唔得，仲點？有人問阿志文定志康喎，你中意有問？我係阿文啊。你算啦。佢周志康。真係咁難分咩？你要分，你分咗幾耐啊？其實我而家分唔清，佢呃到我。即冇可能。打波佢就呃唔到我。點解咧？點解？因為佢特別慢。唔係，因為後面寫住我名嘅個波衫。唔係，我成日著阿文嗰件衫嘅。所以我成日都。我第一日開始已經知道佢哋兩個真係大分別。君好，有人點祝君好喎？太大分別，我唔知啊，感覺嚟嘅啫。有朋友點祝君好，亦都阿華，多謝你啊！繁花青春一夜，阿高敏，多謝你。青春一夜。咁長嘅呢個名。多謝曬我失節兒，失節兒成日都送嘢俾我，真係多謝你。係，謝謝。多謝你，多謝你。有人唱點唱李香蘭？請問可唔可以唱李認真啊？李香蘭嚟講咧，阿啟華分大細媽分咗七年，都係分唔到嘅。係 Erica， 你分唔到嘅啦。阿華，你可唔可以真係嘗試分到我哋啊？亦都有人點稻香喎，稻香你知唔知啊？中唱好少好少，好甩卡到。稻香我其實咧，因為有人點，我之前都執過，特登執出嚟俾我聽。阿妹識吹噶嘛？係嘛？呢個稻香。系啊，好，我哋先点稻香俾大家听啊，因为我哋稻香，我今日要唱呢个耿耿于怀。啊，好啊，好啊，好好啊。要唱耿耿于怀。
好，因為對於阿 Sheldon 呢俾車撞呢件事，佢真係耿耿於懷，身體健康，長相廝守啊！聲情好多人開始點啦，不該亦都係點好。呢個你要幫手啊！對謝，對希望今次吉他聲收到啦。因為你想齋著，因為你吉他。我諗緊啊！係類似 rap 咁樣噶嘛？我哋就咁 ，Chris， 系啊，可以，喺边度？吉他声听唔听到啊？大家，上面系咪？喂，可以唱埋呢一个嗰首，升定个三个，升咯，升翻，嗯 ，OK， 孩子都开始啦嘛。邊度？喺邊度？上，我睇唔到嘅，點解？啊！孩子，孩子的所教是为了城堡，学着道和逻辑去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我，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跑跑，唱着的歌谣，永远的一回家吧，为了最初的美好。Music break. 2, 3, 4. 你清楚？唔係你照去個 chorus 得㗎。係啊。哦。What？ 還記得坐著車又沉到你這希望點稻香嘅你滿意啦！我哋唱咗兩段的，這個 rap 好難整噶，呢個應該有難度嘅，有難度嘅。好，希望點稻香嘅中意啦。嗯，係，我不是真正的快樂五月天，其實好多人點五月天，但係因為五月天真係都歌都難唱，我又未執啲譜，今日掛住做自己嘢。五月天啊！啊，多謝你，多謝你。這個節儀，他這裡會有，咦，我是不是刪了個 live？ 等等，不知道，有機會的，因為你剛才按了交叉的掣，是，不知道看到什麼就刪了，等等，是嗎？是嗎？沒有喎，沒刪到，有刪到嗎？不是，這個不是，等等，也不是，好像真的刪了。哎，不是，没删到，没删到。啊，我听到自己吹口哨。好，面具祝君口唱十年，多谢。唱足十年。大家听到吉他声嘛？因为上次收唔到吉他音。嗯。好。仲有咩歌唱啊？冇错啊。有好多人点喎，《海洋之心》啊，《安静》啊，《安静》。安靜可以，安靜啊，好啊 ，Yanmi 點嘅安靜啊，好啊，下一首阿妹要唱歌，呢個藍黑最厚嗰本啊，唔該，呢本，係啊，好，安靜，安靜，我哋唱安靜，個麥要擺出嚟，知道，有嗰度，呢個女仔歌，唔係黑色，黑色啊，灰色嗰本，哦呢個 ，yes， 灰色黑色嚟講都爭幾遠，係。佢有啲高山低谷都可以唱啦，老啦，唔係老啦，老啦，唔關年。卡喎，我呢邊成日都話我卡，我真係唔算數。八十四，真的卡。再遲啲，真的很卡嚟。誒，到啊，係呢度，你都可以玩張豆卡噶啦。係啊，安靜。你想你想攔前就？唔係，佢係 B， 佢係 B flat 啊，B flat， 我哋落一個，唔係 B flat 嘅話落一個，我彈 C major 嘅。嗯。嗯。
咁你落一個你做二彈 C major， 你都係彈翻原 key。唔係喎，唔係喎，佢轉 key 啫嘛，呢個唔使理佢，你照彈翻 B 長，佢呢度會轉嘅，知唔知？唔係，我就彈唔到 B 長，係咪啊？啱。所以我就要你點解？轉頭先嗰個咯，咁樣咁應該頭先嗰個咯。所以你要轉低，跟住你再彈。我彈 C key， 咁咪低咗。啊，都對，咁咪佢高，佢高咗咯，咪高咗一粒咯佢。唔係，因為你低咗嘛。但係呢個 B flat 有 B flat 兩粒一弦，除非你彈 B 咁先至叫做高。哦，你呢個係半度嚟嘅。咁就減兩粒。得啦。威廉識唱啊？唔識。我係都係。佢拒絕我嘅。唔係，而家唔係啊，得佢。O K 啊。是不是这个方向
悶真係犀利，真係犀利，悶真係犀利。我唔識睇呢個真係。係啊，我完全知道你係冇睇嘅呢個。你佢犀利就佢冇睇個簿，佢記得曬咧。真係太差啦！好嘅。太差。佢真係記得曬。好勁！好勁啊！周杰倫嘅佢。好嘅。好，但係喂，但係 David Wong 佢啱啱講，其實好多人點噶啦，即係嗱，讚我型啊，讚靚仔啲，我唔講啦嚇 ，Vicky。可唔可以講啊？因為我想知道邊個咁。好多人讚你靚仔，仲有人讚 Greg 添 ，KT Kell， 但係有人點呢個協喎喂。香港人。David Wong 想聽協喎。係 Moon 係咪 ？Hello。頭先我本啊，你嗰本。係我有拎過嚟。我但係未開聲，我諗住今日係嚟彈琴。咁你可唔可以彈住嚟？誒唔係你彈住嚟，我係陪你唱咪得咯。葉，真正要求你懷沙花半夜抱著我。做咩著塊台布嚟啊？咩啊？你話似睡衣嘛？我終於諗到啦。你叫咁靚嘅台布咩？我未見過。通常啲西餐廳都係咁嘅。我好少去啲咁西嘅地方。哦，陣間話有人會過去的，若然未簽收，你呢個人咧睇得好辛苦，但係堅持睇埋，多謝你 ，Micky， 多謝你。但係如果真係好卡嘅話，可以嘗試下睇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但係要翻牆嘅，麻煩少少內地嘅朋友。我喺度，我不如咁摸彈啦，咁好啊。OK， 唔係我哇！原來呢啲真係好易睇嘅，如果識睇嘅話，係啦，我都學習緊。你好快搞掂。如果你要背嘅，不如唔好，費事咁辛苦。費事咁辛苦啊！好，我媽一路幫我學曬嘢先。我又幫你按摩啊！哦，唔係啊，你要幫手啊！呢個升咗，啊，因為佢升啦。哦，咁你坐翻喺邊度？因為啲咩彈低音嘅，即係咧低音嘅先至可以即係舒服啲。阿姐，同埋你個 pedal 其實係咪調轉咗啊？兩邊冇所謂，係啱嘅。你踩到就得。都係踩到咩？啲腳長可以踩到咪得。好，怎么都行。
希望好多點歌的 David Wong 喜歡這首協啊 David Wong David 是啦哇很多人都開始有點了協啊 Erica 說好聽多謝你 Kit 都說很喜歡這首歌是啊 Christy 說點天梯我看到高山低谷 Hello、oh, 高山低谷好、因為我知道我們的歌手是可以唱這首歌所以我就很安心可不可以不要經常這麼安心你越安心呢我就越協真的協小心的因為高山低谷是我今天執的你哪裡執回來我我在電腦裡執回來的、哦、好、你唱的好不好陳彈這個你因為算了我彈 你用那個啦我記得好啊都好啊好試一下試一下好高山低谷剛才點的是等等好多人，好多人都點咗高山低谷埋到真係好，係啊，好啊。呢、這個就咁就咁啊，係嘛？浸絲啦，佢絲。唉，好啦。你取消咗我份譜。誒唔係，你唔好 save。你唔好誒唔係唔係，得，我嚟我嚟，唔好撳。係呢度。係啦。但係點解唔可以開？誒點解咁嘅？其實你係咪想放大佢啊？係啊。咁呢個唔知碌啊碌啊。但是你放得太大咧，咁樣好啦，佢褪咗位噶啦。嚇係㗎？係啊。OK， 我有。所以都係翻翻轉。好。係咁樣。咁樣。哦，我明啦，係側頭會褪位，我明。好。好。嗯。吉他先好嚟。你係可以玩頭幾個巴去做我 intro 你嘅。嗯。呢、這個應該係點樣啊？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见未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过在那天边。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种。
等咗好耐，我會睇佢點收先。OK， 希望頭先啊點呢個天梯朋友中意，哇多謝啊！而家人我已經有黨，我叫周公子啊，多謝大家。周公子唔係多謝我，多謝大家。周公子係佢啊？點解啊？喺套劇你咪叫周公子。係，我係周公子啊！唔好以為我，唔好以為我冇 follow 周公子呢個劇呢個人咧，係要參考邊個咧？就係參考呢個周公子。唔係，應該第二個。俾阿文知道你一答，文帝再啦，咦咦，有啲含義啊嘛，嚇唔都係周子，唔係，係啦，係啦，我係 moon 唱歌，喂唔係喎，有人話你一定要坐低，我見唔到你嘅樣喎，係咩？係嘥曬咁樣，係嘥曬啲，好就等下大家，即係嘥曬我唱歌，但係又見唔到，係嘛？佢問點解個鏡頭係圓咕碌喎？因為我哋用咗呢個眼。魚眼啊！我哋用咗。阿妹，你識唔識唱印記啊？好多人點印記。我唔識啊！我唱得唔好噶。你會唱得唔好啊？正係喎，我啲唔會唱馬聲呢度。但係因為其實我呢個一直補習嘅句話。我哋唱耿耿於懷不如。啊好啊，耿耿於懷好。耿耿於懷。嚟講咧。就有嘅。因為頭先都有人點耿耿於懷。耿耿於懷第一句係咩？周杰倫。第一句，我淨係記得點樣唱，就應該識得點樣。你最近還好嗎 ？OK， 係咪？嗰個呢個音啊？係咪呢個 key 啊？係啊。最近。會唔會太高啊？唔會，係呢個 key。開始。個原 key 嚟嘅。你試過先。啊，係。應該點攝嘅相？咁啊，調轉調轉。Amanda， 哇！啲姿勢都咁，鬥雞喎真係。亦都有，我要唔要吉他伴啊？一齊。好啊。啊，俾啲。威廉唱一開始㗎嘛。哇！咁佢真係燒喎呢個。係啊，開始真係高。係咩？呢個係點樣㗎？唔係。冇所謂，你中意。個麥要擺翻前，你咪收。佢咁樣，佢咁樣。哦，等等，哦係。哦 ，OK。你跟巴爸知啊。我真就你乖乖啊！我要坐低啊，俾人鬧啫。係，但我都唔坐到屋企，我睇唔到咁樣。咁啊，咁啊，喂，坐啊。好。我都睇唔到。你得咪喺度唱得㗎？你最近還好嗎？想愛看少女漫畫嗎？最近。近乎沒露面，你有新對象嗎？真想帶你見見我剛識到的他，我想聽你意見，這算是病吧？為何無論我願意怎樣試怎樣也不可一樣愛慕他？難道每年集派愛感覺都追不回來，試圖再努力愛也顯得不自在？是我太爱你，对过去太放不开，难道是寂寞太耐，生锈的锁不能开，一时也折断了，留在旧患锁在怀内，放满对你的爱，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
往事，若然未落幕，再揭起有害码。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我想听你意见，这算是病吧？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怎样也会令自己恋上他？难道换了习惯爱，感觉都追不回来，试图将我明白，也显得不自在，不懂得我的恋爱，还是我太爱你，到过去太放不开？难道是寂寞太耐，伸手的锁不能开？于是也折断了，有罪疚还锁在背囊，放缓对你的爱难，怪跟谁？喺度估估啊！希望大家中意耿耿于怀，希望大家中意耿耿于怀。我中意呢首歌噶。哦，再见啦！哦，我呢边咧都有人冇流量。阿月，阿 April， 拜拜 April。好，呢首都几好啊！几好啊！夹得好啊！唔系谂咩嘢？大家啲疑惑嘅。系。你OK 嘅，你中意点都得嘅吓。我可唔可以？我中意点都得。雙雙哦，雙雙，雙雙，雙雙可唔可以唱到？小幸王樂兒，王樂兒，喂阿 W Y 五話條唱埋念念不忘喎，叫你。哦，我已經揭到啦，真係，好好有緣咁樣。阿 Ling 話小幸運，咁啊突然間有人咧，阿王樂兒又想聽呢個，突然好想你。咁其實咧，阿 Kana 都話過念念不忘嘅。念念不忘唔係太熟一屆最難，但係咪男仔唱嘅啫？係男仔唱，再。跟住咁啊，你睇住啊。十年又過去，舉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夢裏醉。趁你下腦腳提那玩具，這天早變錯，沒理香水，你的笑卻是照舊和煦，留在你漫畫書裏。當初那美麗神仙伴侶，受盡那青春洪水，現在已經不可能追。那故事倉促結束，不到氣絕便已安葬，教兩人心裡有道不解的就沒法釋放，讓我們打聽對方今天過得一切平安。縱使相見已是路人漫漫，明說等愛侶入睡卻偷看。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吧，到戏绝便已安葬，教两人
就是被旧城下了歌，上下了歌，每晚都想起对歌，谁亦会歌。其实只要让我紧紧某人思，随声声发歌，个个也探问我恋不久的地方，为了装你离座，可不细流放。在成就心里那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我，耶！劲啊，苏子豪，你好劲啊，太犀利啦！咩？佢有佢嗰个 key， 我有我弹错，然后你有你配合我，呢两个真系好叻，冇弹错，你就系弹得太啱啊！想走走地都唔得，佢粒粒俾晒你係咯，呢啲先至呢啲先至難，佢粒粒都俾翻你，你真係你錯聽得出啊！你明唔明啊？平時即係我哋啲和音，真係音準，真係音準，考音準，真係唔係講笑。呢個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唔係講笑。點解我真係唔敢唱？我一唱唔啱啊！我真係唔敢入落去，你明唔明啊？哇！呢條片我真的要 save 咗佢，真的不是講笑。格格，我哥放工翻嚟，佢又見到我哋夾 band 啦。OK， 喂，差唔多你都唱翻啦。咁啊，羅生門咯，都唔爭著啦。好，好嚟，羅生門我彈啦，我彈啦。好啊，好啊，我彈。你哋兩個唱啦。有羅生門。因為頭先都講過，不過頭先咧即係嗱，羅生門就再之前有人點嘅，但係係咩？係啊。就係斷氣嚟講，我真係斷氣嚟講，係真係得啦。斷氣嚟講，你一定得嘅。O K， 好，羅生門咧呢首，因為上次都有人打韓文。邊個？睇下邊韓文係咩？係咪我爸？哦，唔係喎，嗰個韓文打錯少少喎。嗰個唔係佢唔係佢打撳錯掣啫。青春仲許廷鏗，哇！咪查咯，誒睇下出會壞過㗎。喂，你睇住個等腳又～插朗啲腳趾度 ，OK， 你唔係第一次啦。羅生門啊，見到啦，好大劈羅生門。好，呢個係阿 Moon 嘅 Instagram 都有人點羅生門啊。係啊。啊，邊度都是同一個地方直播啊？對對。幾分傷心幾分痴。好。幾分傷心幾分痴。每日一刻再有意思。一定識唱定係咁唱 ？OK。呢個係我唱先定係你唱先？你唱先，好，羅生門，係我唔唱住啦。啊，你們我們啊，莊樹敏頭先點咗？加油，你們我又係呢首。你們我們唔好唱。我睇唔到。若果你未覺荒謬，被傳聞談論的瘋子還著手。Sorry， 但是那个那句我已耿耿于你心六百周，很可惜这一世未能长厮守，但事实如若告诉你或更内疚，我爱过哈鲁吉蒂吗？似乎没有，毕竟是时。
珠碎，失恋最难释放。我唔睇一睇。真心觉，想起那段情仍不枉，一路上重遇会笑笑。伤心安，先不要每夜重返旧难，望着更好的地方，为下段爱恋吸收阳光，那动人时光，不用常回看，能提出温暖以后到耳畔，就关起那间房，最动人时佢係佢係佢 sharp 嘅，我跟唔到嗰、那個，佢係 sharp 唔到嗰個 key 啊！佢係佢係 sharp， 唔係啱嘅其實個 check 過，係呢個怪咗下啫。啊好嘢！好似我自己練習，我哋好似當冇人咁。我哋練練得威廉啊！唔係我啱嘅，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原來直播嘅，爭啲場，哎呀都唔啱，佢太投入啦我哋。好係啊！哎好。哇喂咦他说叫你开 IG 又开了。又开了。是啊 ,Instagram 的直播呢是阿 Moon 开的。是啦。刚才有人说阿文唱得好听。阿文是唱得好听的。阿文在第二阿文在第二度唱的歌啊。Amanda 都是阿文在去了北上找真人。是啦找真人。不过一直播的朋友如果卡呢真是我想想办法。我真的恭喜你啊。身體疲咗，真係疲咗啦！講呢啲好，但係都好高興咧，亦都有好多人點歌噶。阿尤遠正，尤遠正點咧？呢個奔私奔到月球，哦、有人點睡公主喎、哦？哇 ！Hedy 你們我們流淚中的主角，怎會怕寂寞？係咪要咁樣唱？點解咁咁果張啊？你把聲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張鄧紫棋。點啊？點啊？威廉又上翻手。我今日就會表演金魚座俾大家睇。我其實都係睇。私奔到月球啊！私奔到月球。私奔到月球。Span 到月球。好，睇下先。何雁詩嘅最真心一對係可以揾係咩？好㗎，你唔好咁樣咩啦。係。佢 I 呢個係咪I E 啊？定咩？個班上唔同。哦。私奔。奔。到。到。五。哎，月。五。球後。七。好，私奔。唔信我係。好，五月天嘅《私奔到月球》啱啦，因為五月天我個 friend 咧
叫 Christy， 佢又點咗呢啲五月天嘅歌。如果佢有睇嘅話咧，係俾大家嘅私奔對佢嘅首歌。預設。你彈咪？你試下彈吉他，呢、這個有吉他會正啲㗎。好。我其實好多歌我未聽過多。好，私奔到月球。頭先呢個 Facebook 人點啊？我哋盡量啦嚇，點多啲 Facebook 大家都想聽嘅歌啦。試兩半先。太容易了。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这借口抓得我追着风逃离了平庸。是不是这样的？天天不是一日再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拯救。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十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想象去看空，让我们去感受那遨游的星空，那月色纯真的感动。但你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太寂寞，没多远，啦啦啦啦啦啦啦，没多久。看月亮，深夜空的瞳孔。静静映射着那个我们得到的星球。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失重？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这一刻，命运也沉默，人照间划过天和天，心和心，缘分的宇宙。一二三，牵着手。突然有突然的好，跟住立落有立落的好，立落立落有啦，希望每一次都是希望大家中意啦。佢話 please comment， 你認真 mark on IG。康冇見過你彈喎，我梗係有黐線嘅，我哋Vivian 話冇見過你彈，我好耐冇彈啦，所以就唔嚟啦。Charles Wilson 佢話 hi all，Charles Wilson 係我大佬啊，佢入咗嚟啦，多謝曬，好。太好了 Aris 話三位都很正，我多謝佢。係啦，有人話女神喎，有人點女神喎？女神唔係佢讚緊阿 Moon 咋？我係咩？唔係啊，係佢想點女神。女神呢首歌都有嘅嚇。威廉執咗。我執咗。執咗。你睇嘅桌喺桌桌面嗰度。呢度咪有咯。誒喂喂，呢度睇先有一嘢。哦。咁我長啲唔使錄。這個是什麼key？ 這個原key。你OK。他的掌上是不是要升key的？沒了，執到這裡而已。他執到這裡就唱，你就說再唱。那我們這樣吧，我們在這裡。是的，這個位置。我們女神整一段給我又不知道說了什麼了。我沒可能你cut了個直播就沒了。沒可能的，是吧？不會。OK，行了。OK。我看他們說什麼先。我是想教大他而已嘛。
係啊，因為咧，你下呢一邊啦，因為平時咧，因為平時咧掛住彈咧就好難同人傾到偈。誒呢個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喎 ，Google Man。好啊好啊好啊，我都想聽。五月天突然好想你，誒咁我唱咗女神之後再唱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啦。今日係五月天嘅人。飛走。鄭敏婷話幾時輪到我啊？鄭敏婷你嚟唱咪輪到你咯。好張頭，好核突嘅頭。我問左住有冇唱過先。咁就咁啦。冇所謂啦，你中意。望望就有望，就有你唱你唱你高貴上殿堂，明判值大價，一年不送望，任意望，連像你在你在你手裏在發光，何用他人想？原來我真的要學一下嘅，學槍，好驚啊！其實係啊，如果你睇住，我真係要學，係咯，會有難，唔係唔緊要，你要琴技咧，你能夠做到呢一啲一粒粒都準曬咧，已經係好厲害，好強勁啊！好強勁，考氣大，哇！好似考試咁，考試咁我都好咁啊！頭先咧一直播朋友點咗五月天嘅，突然好想，我頭先見到㗎，我真係好叻，冇辦法。呢個係咩key啊？咁呢個D key。哦。誒喂，誒唔好走出。唔係威廉唱。唔好意思，我哋 ADC。ADC。我係 support， 今日你係 top。唔係佢係中啊。你搣中路。係啦，多謝你。哦，吉他收唔到音喎，佢話我大聲。再扭大啲，你咪插咗。我錯咗 key，sorry。啲，我彈。好。係完全。冇所謂㗎，我哋呢度。我淨係識得跟住嗰個音去彈。係。唔係淨係識。唔係你呢個好好啊！我完全唔知道你點樣可以彈。佢做唔到我真係做唔到。好嚟。所以係又好又唔好。OK。我要彈，我要識你嗰個技巧。好，五月天，希望大家頭先點過五月天嘅歌都中意啊，尤其是呢邊 ，OK。你嚟一個人冇錢。佢個包未喐緊，同埋我想打個嚟先。哦，嚟咗先。因為頭先同你食嘢食咗大包。水泡，空氣突然安靜。水泡，朋友突然的關心。水泡，回憶突然翻滾攪動着。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午夜那是悲伤。
以指定動作。希望大家中意，突然好想你，突然好想你。希望頭先一直播朋友點過啦，呢個 Facebook 朋友都點過，希望大家中意啦。從未知道你最好啊！咪你揾到份譜就彈到㗎啦。點彈同埋定音嗰個啊？哦。哇！你唔好講啊！我唔識啊！你喺 TVB 度仲會唔識噶？你唔會唔識㗎？我唔識嘅，我有聽過，但係真係唔識喎。就係我識chorus 咧，好似呢個。但係嗰啲係咪有和音嗰啲咩㗎？冇㗎，係啦嚇，一吉唔過去的。唉，早啲 gel。會過去的喎。早啲 gel 咗頭先至嚟啦。多謝。一頭。한국노래해줘요。一頭冇。대림，대림미안해우리가수가수는한국노래지금못해서못할것같다맞다나는한국어를할수있기는하지만노래못해저는저는저는저 는, 저는문나옵니다아문문이야문이야이사람이저는아대리입니다아대리아마여거아마여거한국朋友来点歌他又点这个韩文歌他说要唱但是呢我哋歌手就冇乜練韓文歌，啊識韓文嗰、那個冇乜練係冇練，識韓文嗰個啲音又唔到，咁所以咧就唱唔到啦。威廉真係好犀利，咩迪廉勁，係啊，咁啊睇翻先，係我唔唱啦，阿聽 K Y L I E Kylie 唔係 K Y L I E。Kali Tang 話求下你唱啦，唔會求我，我唱我都想唱。你求都冇用。你求冇用，我真係唔識唱。我求咗十幾年。啊 ，Vince Tang 話喜歡你喎，Vince Tang 話喜歡你都 OK。多謝多謝。係。中意我，你啊 ？OK。拎佢。你好不好啊？你好不好啊？問你中意啊？你啊？好。有冇？咦？嗱，我唔識唱啦。即係講出圍欄，唔好亂彈啦。我真係唔識。你唔好自己想彈。我真係唔識唱啦。你要聽一次才行。咦？為什麼這麼有趣？這個是他本身的？如此 F 是吧？好。可不可以？是不是對啊。塵封的緊張的感情低落，騰空出自相守可會做到，將濕笑容留下埋眼眶，曾溫溫我覺有烈日。嗯？我唔識唱，唔識唱，我聽。冇錯。Facebook 會有噶嘛？你轉發我 Facebook 就得。你又唔叫我嘅。你頭先冇 save 佢，嚇到我，冇 save 啲咩？好似你我去廁所清理一下先，嚇親。爭啲瀨咗啊！啊，頭先嗰度有40,000+人即刻睇到啦，係啊，即刻好多人都有點喎，有矛盾一生喎。頭先有40,000+人睇咗啦，太開心啦！有人話呢陣佢唱《不願讓你一個人》一定好好聽，係。不願讓你一個人。喂，演員喎，有人問可唔可以唱演員喎 ，Jenny。
全冬天。喂，演員啦，演員啦。演員。誒，我彈啦，我彈。定係坤哥嗰首演員？坤哥都有首演員。佢都係一個演員嚟。梗係啦。係呢個演員咧，我哋都係一個演員。我哋都係一個演員，喺邊度啊？睇先。呢個好演員，因為頭先一開頭已經有人點噶啦。真心真意，真心真意，真心真意。喺邊度？邊度？等我陣間 connect 個好啲嘅。咩啊？謝之謙啊嘛。係係係係。好。係我嚟捉捉捉手。好演員係因為呢度有人唱。你好不好？陣再要咩？For Jenny Wong 演員，贏嘢。贏嘢。杨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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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你又不是个演员，别生气那些情节。你一见，我只想看看你这么远。你难过的太表面，像个天赋的演员，可是一眼能看见。是因为
謝謝謝多謝多謝，因為演員有太多人點咗好耐啦，所以一定要等我哋嘅 TVB 專業演員，專業演員真係苦練咗，彈得好好喎。係咯，我梗係唔落咗。喂，唔係，我喺網上面，我喺網上面咪上次咧睇咗個係合唱嘅。係啊，等我翻嚟練下啲和音先。好啊，好啊，係啊，係啊。睇下先，高登咧，哇，好多人點啊！但係真係有人大嗌要呢個啊，你們我們喎。得唱一句啦。咩啊？A 好似。你 Happy Birthday 嚟嘅，小維。To you, I love you。無言的，係咪呢個？無言的。咁樣點唱？喂，呢個。有點甜，有點甜 ，Cindy， 呢個啊，洋葱，親親，喂，我會跟住你個，其實，小幸運喎呢邊，小幸運。才寧願親口講你累得很，誰人我以外在你手，還多出一個人，你瞞住我，我亦瞞住我。就咁啦，好 ，yeah， 喂，但系真系开始好多人点歌，小幸运啊呢边，小幸运，哦，好啊，小幸运啦，小幸运啦，诶，咁啊，你唱一唱，我就主力弹啦吓，诶，冇乜小幸运，冇乜压力，因为已经喺我唔识之下跌咗，哇，你唔好突然间坐啊，你都知有痛风啊，慢慢嚟，老爷慢慢嚟啊，我冇啊，呢个系公开秘密，我好大声，秘密嚟，讲得噶。以後佢唔敢食海鮮啊！其實佢哋講嗰個係阿羅孝勇啫嘛，佢羅哇，係羅浩明，係羅浩明，係都係食。好，小幸運呢邊，小幸運，小幸運啊！呢個應該 OK 嘅，小幸運我有。羅浩明 ，Hello， 你好，英文你好。好。Oh my God， 小幸運，小幸運。Oh my God。也许当时抱着微笑。
幸運，希望大家中意。你呢邊勾 full， 然後又對翻 full 啦。OK。小幸運先話好。有啲人話你把聲咧好似 Angel 咁樣。Angel 一樣哇。Angel 應該係一個人嚟嘅。叫 Angel 嘅人，佢 friend 叫 Angel， 把聲好似佢。睇下先，跟住之後其實都仲有好多人點歌啊！呢邊小幸運啦，睇下先。小幸運之外咧，可能係咁咧。很想討厭你。有啲人話告白氣球啊！我告白氣球啊！男女版。好，男女版。有男女版嘅咩？係有亂撳。你有條毛喺度？眼睫毛誒喺個蘋果肌度。我蘋果肌個範圍好大。哎呀！你又打我這邊。周杰倫告白氣球，頭先好早有人咩噶啦？康好壞喎，有人話。而家先知。康好壞咩？康感激遇見你，感激遇見你，感激遇見你好多喎。咩叫感激？你呢個急口令嚟。感激遇見你，感激遇見你，感激遇見你，感激遇見你。咩？係咩 key 啊？你係？呢個咩？呢個係告白氣球。男仔 key 咯。睇下先。呢個咯嚇，呢個係。頭先有人話我係四眼哥哥，係佢打波就係四眼哥哥，係咁。四眼哥哥，好告白氣球，冇乜夾過啊，坦白講。你想點啊？你？因為他平時都是亂咁彈，所以跟住個譜嚟講就有啲困難。但係點解呢個我覺得好 minor 嘅？唔係應該全成首歌都係 major 嚟嘅咩？唔係 minor， 冇所謂嘅 major， 你中意 major major 啦。冇啊！你彈咩叫我？其實佢彈咩佢都唱到嘅，唔使驚。我哋唔使擔心，我其實屋企亂彈嘅時候，佢都照唱。我可能有時高九度，我都照唱。我哋都係咁嘅啫。咦？唔係喎，咁如果我要入嘅話，你一彈佢自己唱得㗎啦。F major。唔係呢個係 B 咯，有高度，有高得滯。你試下，唔係試下喂，你試下喂，你試下。你有啲高音，調有啲調軌。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哋要夾下先。你唱你個 key 啦，你彈。係啊，你睇啦。你唱你個 key 啊，你唱你啊，你唱。你就係你唔好睇呢份譜啦，你就咁唱嚟。全挨得，你咪兩全挨得咯，你咪。呢個唔得咩？打你唱啦，你唱得㗎啦。在那老板送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我的玫瑰名字似作祟，告白气球风吹的对街，为啥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难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下雪的落叶映照冷冷的月味，不害怕高山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就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甜蜜的痕迹。
深邃的回忆，一整片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Yeah. 哇。OK 啊。喂，我聽過阿 Moon 對威廉敏感嘅，所以見到佢，我唔知睇到邊隻手啊嘛，撳一撳下咪，即係有好跳係咪？有挑戰，我中意，即係完全唔跟譜嗰啲叫離譜啦。啲人點月半小夜曲啊，長然而已在上面月。你係咩 key 啊？我係啱 key。好。呢個有冇睇過？情人自找天梯喎，喂，天梯有冇做？高音。OK。咁樣唱你想講？一直播有人話。你問我高唔高音？邊個女 key？ 呢個。咁都高嘅其實，都可以唱嘅，其實可以唱嘅。你飲啖。好。都可以唱，但係我其實就唔識歌詞嘅。邊本啊？邊本？啊，係係係，係嘛？係，一揭就有。一揭就有。誒，冇嘅。半小夜曲。係啊。收唔收？南海姑娘。大哥，我淨可以唱大哥，最近好多人聽大哥。梅花。梅花咩？係咁唱嘅咩？唔係唔係。見唔到咩人唱嘅。彩虹。咦啊 ，Tim 話第一次睇直播喎 ，Hi Suki，Hello， 多謝。Hello，Aris 話化蝶 ，Parkin 有人話童話，哇好多驗傷嘅有，但係天梯呢度真係。有啦，月半小夜曲。开双手变成翅膀双翼，有人说要唱长相厮守，好啊好啊。瞬间输，我哋改一改啲音部先，改到隔住啦，我哋。阿 Moon 佢系记歌嗰个 style 嚟嘅。阿 Moon 出去饮杯水先，系啦。月半小夜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千诉在跳动，为何只剩身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犹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成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剩失望。
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硬做你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葉寶書嘅歌啦。頭先點咗嘅，陳慧嫻、周志祥先呢邊，《情人自找天梯》，陳慧嫻、周公子，周公子係你，係我。我呢個名字叫周公子啊，咁樣。Wendy 嘅張童話，《當你當你當你》，亂世巨星。童話可以唱嘅。阿康話想聽《相愛》，《相愛無夢》好多喎。《相愛無夢》阿Moon去咗邊啊？專升問阿Moon去飲水。佢又要飲水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係啦。怎麼那麼好聽？多謝你 ，Kana， thank you。好，跟住，咦？佢都係黃樂兒話求你唱《不願讓你一個人》，即係我唔識唱歌一輩。《相安無事》，《死亡之吻》。哦，個麥應該去咗人聲，我去翻主要人聲先。做咩事啊？因為啱啱我個阿 Rex 咧，佢話俾我聽，佢話喂個麥啲人聲，因為我哋麥咧收麥嘅時候係用一個嚇、啊，我有 Rex 我 friend 咧借俾我用嘅麥，這個係。哇！好嘢。係。咁所以咧要調校一下啲聲音嘅，有陣時唔係個個都。因為 Moon 個直播唔得，我個直播得嘅。咁你好彩我用咗個電話，所以有咩問題咧，即係互話翻俾我聽嘅，係唔得啊咁樣。好，咁我哋繼續唱比較童話係咪啊？童話。好，童話呢？係啦，頭先有人點童話，我見到一直播都有人點童話，因為。好啊，咁就唱童話。童話。阿妹講 live 無啦啦開唔到啊！我撳幾都撳唔到啊！大家聽唔聽到啊 ？Hello。Okay. 阿 Moon 嘅直播開唔到啊，唔知點解。阿 Moon 去咗飲水休息。阿 Moon 去飲水。童話。好，送俾大家童話，哈哈，會唔會好大聲？忘了有多久，再沒聽到你對我說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说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
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送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哦哦哦哦哦，一起写我们的结局。Thank you， 唔好意思，寫錯字喎。寫錯字，我以為你彈錯，原來對唔住啊。跟住個譜係譜錯咗。因為講翻先。多謝。Thank you， 希望大家中意童話。因為你話展鵬又入咗嚟。係咩？呢個 live 開唔到啊。係啊。展鵬入咗去邊度啊？入咗入你個 live。邊Instagram？ 好似係。哦。快啲開翻 live， 等我可以插電啦。我可未插電。我剩翻10%。啊！我唔知點解我而家個 Facebook 咧，硬係。是啊，我探了病。那些年，那些年，那些年。我哋唱廣東話歌啦，不如呢個時候。阿 Moon， 你有咩歌想唱啊？我啲咩歌想唱？越難越愛喎，呢度啊一直播人點？世事變改，還是越難越愛。回憶所以在期待。花開花落，至少這一季。剛才尖兵入了來了，好像是這麼好，這麼好，他是馬拉所以沒事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回來，我先看看，開不開到，開到那裡了，看看大家去阿 Moon 那裡，或者去阿威廉的 Facebook， 或者 Facebook 或者我的直播，我叫難越愛喎，日輝日輝越難越愛，高敏話情人自找喎，喂高敏多謝你，你一直都在這裡 stay 窒都看著我，多謝高敏，多謝。頭先係咪展鵬入咗嚟？呢啲一直播唔好意思，即係好卡，聽歌又聽得唔好咁樣。但係我真係感謝，下次我開呢個直播同大家傾偈為主啦。唱歌就希望大家可以 Facebook 度見到啦。唱首好轉頭唱。哦。係喎，佢，咦？我俾個譜咧。
在游戏盖跟处境比赛，面对上就算有些感慨，让我会抱紧撑到未来，别让手放开。成件事唔係你唱嘅，係咯。其實開頭你咪和下你唱嘅啫，到頭來你仲唔唱得嚟？佢個鑊嗰種本質又一粒粒，好難唱嘅。又喺度考試嘅，好難考試，即係我想踢啲都唔得喎。真係踢啲都唔得啊！呢個我想話，我想我其實我大學，我阿妹你唔好再到我吉他嚟。但係佢粒粒準嗰度難唱啊嘛，希望一直會有朋友中意我哋嘅越難越愛。越難越愛。我和你吻別，呢個係咪嚟㗎？咦唔係喎，呢個係咩嚟㗎？太傻，冇偈言嘅。你可以睇下先，咪睇下大家點咩歌先。遙遠的他，有人點？終身美麗。王樂兒求唱終身美麗喎。其實咧 ，Iris 同埋大家話我開金口啲，我真係冇，我諗住和下佢嘅，但係佢真係佢掛住篤呢粒嘢冇唱。喂，識唔識彈《光年之外》？你開到譜俾我都識嘅。光年之外。光年之外是你的 IG 的、啊、我們呢其實因為今天我們經常都照顧了我這邊 的粉絲，那我們也是時候照顧一下 Moon 那邊的粉絲。光年之外是誰唱的？周依洛。 Jam 周依洛他是不是來？不是，他說有個 event 跟他一起。哦，光年之外唱什麼歌未知道啊？做什麼光年之好，希望喜歡阿 Jam 的朋友都會喜歡這首歌啦。他的六百多人點，不知道進不進得 F， 望翻如此啦。OK， 好先。係咪睇下咪呢個？呢個？呢 Minor。我未聽過，亦都未彈過，但係 OK 嘅。你執生啊？小天使唔好聽，小天使好聽啊。關於母親啊嘛。可唔可以大啲㗎？呢個有冇得大啲？試下。好啊。麥。感受停在我發短的指尖，如何瞬間？动着时间，记住挽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一切
没有你根本不上头，我的大脑为了你我能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一生只我胸口的臂弯足够抵达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够点燃所有希望，宇宙磅礴冷漠，无梦的位置下我闪烁颠簸，这如此温和，也许好緊張，彈得好好。係有啲夢幻嘅呢首歌嚇，我都唔知邊個位佢啱唔啱喎，幾緊張啊我。喂，呢個真係好唔應該用鋼琴彈嘅，我諗。啊，唔係，或者唔應該係啦。咪鋼琴嗰啲，鋼琴起碼有起碼十幾隻手指。我下次可以用一個叫咩啊？即係呢個抒情啲嘅版本都幾好。OK， 鋼琴。希望你嘅 Instagram 嘅朋友會喜歡啦。等下先，大家。威廉唱唔唱歌今日？唱首伊面語啦，不如。我都唱咗啦。我唱啲八十年代啊。八十年代。鄭伊。鄭伊健啊。黎瑞恩啊。你唱。周慧敏啊。簡單愛喎 ，Vicky 點？阿康你唱你好不好喎？點咗十次喎佢 ，Cherry。有冇興趣啊？好啊，你好不好啊？你和下你好不好啦。我哋咧，儘量就因為咧，不嬲我哋個 live 咧都係兩個鐘，咁希望兩個鐘之內咧都多啲唱到大家中意嘅歌。咁啊，你好不好係？周興哲好似係。喜歡你，喜歡你要讓我下沉。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嗜好，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里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笑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
因為時間冇咪，我哋盡快咧，每度都唱一段咁樣，等大家可以快啲、啊啊啊、快啲去啦。啊，多謝曬！哇，好多喂，真係好多人點喎，而家唔掂喎。好啦，希望啊 ，Aaron 你中意啦，你好不好？情人喂，情人自擾喎、啊，有人話高敏。哇，好難唱噶。唔係唔想唱啊，太難唱啊，同埋我冇譜啊，有冇其他？睇下先，棋逢敵手，越難越愛唱咗啦嚇。啊，長相思就未唱我哋。啊，長相思手。好啊好啊。長相思手係長相思。頭先嗰個頭先我哋一開始咧未 live 之前嗰個兩個都未唱。都咩鬼？好慘嗰個咧。頭先咧，我哋未開 live 之前咧唱嗰個咧。唔記得咗咯，我哋仲唱咁多歌。邊個唱嘅？普通話嚟㗎。啊！唱呢首先，再你啊，你再諗下先，你諗下先。我真你真傑傑。兩個字噶。喂，你啊琴喎定咩？琴啊。好。好誒，長相厮守，因為咧都有人點，所以好嚟。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重遇你一次？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沒法制止？我不理一切飘渐，平明时攀险峰千千万次，沿路满地布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弹马 bridge 系嘛？最初漆黑里紧张的碰撞，雷电重击在一刻交错，不安神情惊慌，还觉惊叹彷徨。然后某刻静默时简单的对望，然后发展逐渐的交往，凶险齐来抵挡，还会给我护航。从路途满是困阻，问题或变化。不再可怕，去吧！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没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平平时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布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希望大家中意。哇！即係心心即刻爆爆地喎，有得爆嘅咩？梗係有啦。好，跟住喂，你頭先嗰首係咩啊？你頭先想話唱嗰首係咩啊？普通話嘅兩個字嘅，好慘嘅咧。邊個唱先得㗎？頭先我即係喺 live 之前咧，咪唱嘅。有邊啲好慘兩個字嘅歌？Cola Channel 咁俾我預你係咪有頭先係跟住最愛係普通話咧？係我話係你唱嘅，我話揾嘅，我唱。你係啊？係啊，阿康知足啊，係咪？係啊，知足知足，好慘啊嗰首歌，好慘啊！知足，我都聽到想喊。知足，知足，你唔係我聽到想係啊，係啊。好，阿滿，知足你想喊，阿滿點俾大家嘅？知足好好食噶。阿滿點俾大家聽？冇錯，阿康係咩都唱到，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哇呢首真係哇每次聽到我都想喊。係嘅咩？點解一定要想喊嘅？好感動、啊。知足唔係應該上落。好感動嘅、啊。阿滿嘅係即係好多人都問點解我一定要揾阿康阿文佢嚟唱，因為咧佢哋即係咩都識唱，唔好亂嚟嘅話咧。係啊，特個低，特個低，特個低，一定係呢首最忐忑嘅。特個低，特個低，特個女，特個女，特個多，特個多，特個多。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首願想大家知足。哦，咁咩嘢？知足邊度慘係咯？知足點會慘？你係咪要煩心思啊？唔一定，呢個都係咪呢個？呢個係咪呢個？係咪頭先啊？我唔知啊，應該係第二個先至啱嘅，我記得。佢有兩個 version， 即係佢第二個第二份譜先至，好似 C 先啱嘅。C 佢咪想四喎，頭先加四喎，但係個 C 我記得。咁啊，唔知喎。你試下。你試下。試下加四。你試下係咪呢個？我想要不停，我想要
原曲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够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但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但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住心动，知足的快乐叫我忍住心痛。耶，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多谢 Moon 嘅伴奏。系，因为太好聽，我都想不到位入啊！即係成日都講，我都好似嗰個位加好嘅，我唔舒服我個心。點解？我每次聽呢首歌我都係咁。總之唔唱啦。同埋我揾到個 cap 譜，我喺度夾翻啦，揾嚟揾去都唔見。痛唔痛？痛痛你做咩？做乜帶個琴啊？冇事。阿琴你痛唔痛啊？阿香琴。啊唔係咩？喂，唱咩歌而家？我唔識太噶高敏滅。唱咩啊？喂，其實好多人點歌噶咯喎。係啊，唱邊個啊？嗱，祝君好啊，情歌《死亡之吻》。死亡之吻唔識唱。讀三生有幸。三生有幸識。有你便有我。有你便有我咩歌嚟㗎？鄭伊健嘅好似啊。啊，咁威廉唱咯。唔係，但係我真係我唔識唱，鄭伊健唔唱。你又知邊個唱但係唔識？但係我因為佢寫咗喺度嘛。冬的冰天我暖过，真心一对送赠阿Moon一首终身美丽。阿黄乐怡佢希望点一首歌俾你唱嚟送俾你。好啊，终身美丽，好有意思，好有心啊！我真系恭喜你。唔系，其实我屈佢嘅，佢就系话，佢就系话咩？你加盐加醋，挑拨离间。喺另外一本书，佢识唱，佢嗱佢已经弹啦。哦，好好。哇！呢個係高度。哎，呢度啊，呢度呢度。不如彈翻 G 算啦。係咯。而家係低半一弦。呢度呢度，哎，嗰塊板喺邊度？喺呢度。
係啦，成個拉埋落嚟。頭先係完全俾你操控住。哦，你見唔見？見唔見我 cap 圖？我算啦。邊個 cap 圖？我頭先夾嗰個。我想唔得，兩。哎呦！而家兩架我用個腦轉得。頭先升四度，我唔係好敢彈啊！我驚彈錯，好呆，好硬。好。你彈翻完幾日啊？咁高兩格。阿妹送俾大家嘅終身禮物。呢度亦都係頭先咧，有人點㗎？哎呀，邊個點咧？阿黃美美好似啊。終身美麗。幾好啊！好難明嘅。知難知唱係難嘅。唔係啊，佢呢啲譜好難明嘅，對於我嚟講，我點擊都唔化。呢個習慣。係。好，重新嚟啊！阿妹送俾大家嘅終身美麗。Candy 聽日要翻學，矮曬，好唔開心啊！快咁快啲休息啦，快瞓覺咯。係啊，我哋咧其實我哋講起上嚟都時間就差唔多啦，十二點我哋真係不如由阿康同阿潘送咗一首歌俾大家咁樣就。咁唱歌咯，插唱歌，插唱歌，差唔多時間啦今日。插唱歌，插咩插唱歌？正題一首就係 Micky， 多謝你支持。點解我？點解點首我最愛歌送俾阿妹？哦，我哋未唱身體健康俾阿 Sheldon 聽嘅。我哋唱一段俾阿 Sheldon 聽。係咯，就係最撈尾嘅合唱歌啦。好啊，可以嘅。係啊，其實今次我哋嘅 live 嘅主題係課羅孝勇佢身體健康。係啦。但我哋唔係好記得咗。係一開始就已經忘記咗。就已經忘記咗。而家我真係唱翻首身體健康俾羅孝勇。但係咧，好 sorry， 我哋真係未練過，未夾過，我未睇過份譜，盡量啦，唯靠你自己執生啊！哦，仲係啊，嚟啊！快乜嘢先？咁樣睇一聲，試啊！你係咪真啊？咦？咁啊，低翻一個，唔係
得唔得？啱唔啱？唔知啊，你唱住先，唱住先。我隨時，唔好跌嗰個掣啊！唔係，其實應該撳緊。係咩？我扭咗咩頭先？冇事。哎呀！好啦，我呢個咧係隨時真係要幫嘅，係啦 ，stand by。得唔得？嚟啊，得。好，得。好，你開始。還念相逢，白就白你惹了我的枷鎖，原來你發起高燒，跟我睡覺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嚨重痛，是若我唱你愛聽的歌韻，原來你唇乾口淡，一條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妆，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说想有病染污新人，我不要千金白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复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垮，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少了我，受了这种自苦自痛。Yeah， 多謝大家今天一直跟我們過這個晚上，希望大家有個好教訓，也都希望羅孝勇早日康復，身體健康。Yeah， 希望羅孝勇現在他應該睡著了，希望他明天呢，他應該已經睡了。他其實昨天剛剛唱歌的時候都要看我們演出的。是嗎？是啊，他非常喜歡我周公子，他就問我是不是學你。哦，他說就當然不是啦。所以不是，所以就是當即係希望佢醒嘅時候會睇翻我哋呢段片。我哋佢睇到最後，終於睇我啦。終於係啊！佢明明話呢個 live 係送俾佢，係啦，即係成件事冇記得。即係唱我哋中意嘅歌同埋大家點嘅歌。好彩記得咋，好彩記得。Sheldon 要請我食飯，我哋有首尾呼應。係啦，所以 Sheldon 爭我哋一餐嚇。耶！出演見。好啦，再見，拜拜，拜拜。出演見佢，出演。拜拜。咁你有冇波升埋一直？哦，好啊，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唔好喐我得唔得？好，等先，咪住我未识噶。拜拜。点样咧？呢个位识，耶！好，拜，晚安各位，下次见。好，我怀疑我识咗。我都识咗啦。